哇，我好久没看见这么多虫草了。今天刚好在姐姐，然后让我们亲戚把虫草送过来，我们看一下虫草。看，虫草，这是巴青的虫草，特别好。好，先倒出来看一下吧。稍微倒一点，看一下虫草的一个品相就可以了。哦，可以。哇，这个大虫草真大。像今年虫草这个价格的话，也就是这边有两三百万的虫草了。我和舅舅谈一下价格，摸一下手，和舅舅开始摸手谈价。那就这个，哎呀，好呀，呀大爷呀，成交了。大家猜一猜我们是多少万成交的？然后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纳曲虫草的特征，随便挑出来一根，放在这里比较明显。看到没有？草头到虫身的连接之处非常粗壮。然后呢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看一下，特别好，随便挑出来几根特别大。多看一些拉姆家的虫草的话，大家就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人工虫草和纳曲虫草的区别。所以大家多翻翻我的视频，我就不多讲了。